一大清早不睡觉跑来训练，主将都已经起床了，我们怎么好意思睡觉呢？一个星期后，Mark会再跟我们挑战一次，这是我们学耻的好机会。这个球是一定要报的，但是在此之前，道尔航，请你把话说清楚。你留下来到底是想谈恋爱呢？ 还是要和我们一起变强，南明，走开！今天就要把话说清楚。